基本上不用做任何事情，也不用特别说什么。我提供的服务就是陪伴在他们身边。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 Joy ちゃんです。私は提供 Plus One のサービスです。じゃあね、また。一个人的时候总会觉得特别孤单，或者是提不起劲，这时候只要再加上一个人，感觉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啦。其实就是协助别人在面对独自一个人的无力感，你不用特别麻烦别人，你也不用花时间去消化这个情绪，你只要购买这个服务，你就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去解决这样的情绪。